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9月14日到9月24日地址礼堂，还能参加中秋放利活动，福利多多点。我了解最近流行一些奇奇怪怪的词，例如大猪蹄子、娘炮四海，看来网友对男人的标准的讨论非常严苛。辣梅小黑瓶用到飞起的精致男孩爷们儿吗？处处留情风流倜傥的夜店王子爷们儿吗？武力值爆棚热爱撸铁的魔鬼金肉人爷们儿吗？到底什么叫男人？怎样才够 man 够爷们儿？不如换个角度看看民国什么标准。即日起，开心麻花对就是那个不抖包袱不搞笑就难受的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 C 位出道，毒舌小宝贝们快来了解一下，我们爷们儿的爷们儿都被排名不分先后哦。Number 一为美男蛋，花满楼 ；Number 二呆萌，青涩谈笑天 ；Number 三放浪老司机，谈瘦 ；Number 四市井男神男霸天 ；Number 五深情霸道五大帅 ；Number 六爆裂女汉子童婉秋可可，他们符合你对爷们儿的定义吗？千万别忘了来现场 click， 他们可以先跟谭氏父子学撩妹，正反案例实时教学。再听听开心麻花如何和面引出 B-box 阿卡贝拉摇滚混搭的音乐麻花，最后呢按摩按摩眼睛看民国 style 骑马舞创意幽默音乐，你想要的麻花都有，而且你想不到也有，比如看完爷们儿要跟菊姐吃掉女团标准一样使劲的撕掉自己脑子里的一堆标签，毕竟也或者娘在于内心而不是外形，真爷们儿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啊。与汉子同晚秋会与混二代谈笑天修成正果吗？男蛋恶霸大帅如何展开爆笑摩擦？民国乱世传奇江湖争霸事故9月14日到24日地质礼堂只等你来点击了解更多参与活动。